First off, we're gonna need some blow torches. 啊，结果那个啊，那个昨天那个冰2499是那个游戏厂商啊。昨天不是玩那个《黑色选择》玩到一半，有一个什么 BSE 啊 ，Official， 那个是那个游戏厂商啊。他说他是中文小编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有一个人从来没讲过一句话就订阅2499？但今天他有私我，如果那时候游戏上市，那游戏是不是免费的？不知道，游戏有什么 skin 或者是怎么可以来送你们，到时候再跟他问问看。24.99了，另有三种。就是散那么快，就打不到他。我这个打死我。这场比较厉害哦，那么快就放一个了。我蜘蛛快死了呢。那怎么没死啊？欸，这会玩的呢。蜘蛛先送掉了，这没办法了。这场会玩的呢。看到那个柱子上了，我靠！我靠！哇 ！AT 团吧。这有点猛啊，这几个人一开始
蜘蛛没有第一时间去那个压迫他们，因为想说不会玩的，结果他们马上收一堆资源就开始弄我了。痛！哎，竟然没有吐到！又放一些陷阱。啊，应该不要吐个口子。靠腰，怎么有人先开了？单子。还要去救人，他们时间蛮充裕的。先救人是不是？Anybody? Come on, you jerk!
意啊。哇，攻击力很强哎，他们一直射我。凶什么？好凶哦，他们！我靠，还有火焰枪，这么凶！这个每个都会玩呢，五个都很会呢。不是只有一个会，是五个都很会呢。哇，还，我靠，这个不好打这场，等一下很难打。把这开掉，开掉。没有给我冲上去啊！靠腰，失误了，这喷要喷人更多的地方。
的。OK OK， 赢来了，开不了了。没有人能赢得了我啊。财富蛛王，财富蛛王上线。台服蛛王没输过，没输过。上 Steam 以后还保持零败绩，台服蛛王求虐。